进行简单的维修一下。首先，我们把这个螺丝卸松掉。好，我们把马达往外推。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后盖已经松掉了，那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维修。首先是把这个机片马达后的这个翘片给它撬松一点，先撬出来一点。另外一个我们也检查一下，这个是完整的，那我们只需要修这一边就可以了。首先把马达后盖往里面顶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从这里面把它顶住。顶到这个位置之后，我们再进行给它合紧。好，我们接着把这个往里面按，把它卡紧为止。好，这时候已经卡紧了，然后再我们把它装进去。哎，是在这个后盖是跟这个平齐的，我们锁紧螺丝就可以了。注意这个位置啊，那这个时候发现已经很顺畅了，这个时候就已经 OK 了。